对吧？走，我帮你收拾行李，你可以跟我回老家，想吃啥吃啥，想干啥干啥。我为什么要走？我都答应你了，要一起拿花样杯冠军。李航，做人要诚实，你有什么麻烦就说出来，大家可以一起解决嘛。没必要，我妈让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，可我连参加资格都没有，怎么去啊？所以，我们就安心备战花样杯的比赛吧。好兄弟，太好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以为你又要出国，留下我们。你说你啊，就不能稍微动动脑子？那你给我个准话，你以后不会再走了吧？不走了，放心吧，走，回去。一定要是真的，是真的。